喂，薯片小姐，你在看哪儿啊？来和我一起唱歌吧。这样的我，你喜欢吗？我听到了哦，薯片小姐的声音。
你来了，我好高兴。你会忘了我吗？又见面了。不要每次都问我这么煞风景的问题。很快你就知道了。等什么？还需要我来邀请你跟我跳一支舞吗？
放轻松，它很简单。我一直以为你的胆子很大，所以才一再靠近我。别走神。问之前，你也该先说自己来这里做什么。邀请。我猜，你是在找人。你是在找谁？跳得不错。别动。
不要动。很快就好。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错觉？别回头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要说出来，如果你不想被当作我的同党的话。多谢你的帮忙。是我给你寄的邀请函，要玩得愉快。Thank you.